OK， 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我们今天有机会试驾这五款 GR 或者 GR Sport Model， 有 Corolla Cross GRS， 然后有这个 GR86， 有 GR Corolla， 然后有 GR Supra， 还有这个 Hilux 的 GRX， 然后看一下，等一下我们会拿到哪一款车，哪一款车比较好玩，我们来玩一下赛车棒哦。OK， 现在我们是在这个林氏加速这边，我今天我的这个要求很简单，就是我不要死火而已。希望我做到了哈。加起来跟这个 GR Yaris 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它的 crash 跟它的牙其实很好掌控一下哦，蛮 surprise 的，好驾好驾，真的是好驾。OK， 现在我们驾完了这一个手排的 GR Corolla 之后，我到了这个手排的 GR Supra， 排气量跟这个车价都贵了接近一倍啦。GR Corolla 我真的觉得很容易驾，太简单驾，真的是一辆可以 daily use 的 sport car。至于这个 Supra 就真的有点 hardcore， 所以。OK， 我还是要适应一下，我是怕死火吧，我真的不敢太凶去对这样子，真的阿邦干，现在我旁边是车是阿邦干。OK， 3 2 1 go。也是蛮好驾的，但是它会比你真的感觉到它是一辆运动车咯，这个整个换挡的感觉跟整个那个车在它的动力跟衔接方面呢、它真的是跟 GR Corolla 差太远了。不过讲真的，如果是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 GR Corolla， GR Supra 太 hardcore 了， GR Supra 真的是太 hardcore 了。我们就试这个 GR Corolla 去跑一下 track， 我旁边这位师傅跟我一起去。OK， can we go？ Yeah， let's go。OK， 我们出发了。不过这个 track 的速度不快，我们就是用三号牙而已。OK， 今晚没付出的 let me know 啊。Yeah， no problem。Okay, keep it to the left, keep it to the left. Keep it to the left. Turn in. Okay, full throttle. Okay, 全油门冲啊！想象中更好玩，更好玩。个人觉得这个 GR Corolla 它整体的这个均衡性比 GR Yaris 更好，更容易开。然后重点是，如果你今天你真的是你买这辆车，你真的是 daily use 开去上班什么，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它的 crash 很轻，它不像一般那种跑车，它的那种 racing crash 会很硬，这个就很好掌控。OK， 现在我们准备回去。Okay. Good to go.回去啊！Good driver. No, I'm serious. You are my CV. You
You and another cannot is my seat. 哇、哦，太好玩了！看到吗？这辆车的 handling 一流啊。OK， 那现在我们就试驾这一个86去跑 slalom， 也就是这个绕锥。OK， 我终于加到 auto 了。OK。不过这个绕锥好像没有什么挑战性啦，试试看。不过86是真好开。OK， 哇，它好灵活，你看。哦，看看，非常的灵活。酷，86就是86。果然这辆真的是漂移神车，它的这个整个动态太好了。OK， 接下来我去试驾看 Corolla 这个 4WD 的车是不是也可以做到这样的表现。OK， 现在我们就来试这个 GR Corolla， 也是我最喜欢的车。哦，这辆车我真的太喜欢了，我已经不懂要讲到是我喜欢这辆车了。OK， 先调一下我驾驶坐姿。OK，Go。哇，这 GR Corolla 真的更好开，因为它真的是个 All-Wheel Drive 的系统，所以你看它非常的灵活。OK， 哦，你看灵活到啊，哇，好短啊，就这样子就没了。不过真的是好开，它真的是，其实 GR Corolla 是比较一个家用的 sport car， 就是讲你可能平常你要热血可以，然后你要载你的家人出门也可以，可是它有那个 sport 的基因，又不会讲到不舒服，所以 good， 这个更 good， 比起 G。比起这个 GR86， 其实我会更喜欢的 GR Corolla， 太爽了，而且它的 engine 也比较有力。OK， 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这一个Toyota GR 家族的 Sebang Track Day 的 vlog。老实话讲哦，这几款车里面，因为我其实加了三款啊，虽然讲他们改装摆出来是五辆，可是只加了三辆，里面我最喜欢的真的还是 GR Corolla， 真的太 balance 了。就可惜是355,000，我没有钱买，不然的话我会订一辆。而且听讲目前这一个 GR Corolla 马来西亚订单有100张哦，有100张了哦，355,000有100张。我讲真的，如果这辆车 compare with 这个 Golf R 的话，其实它会比 Golf R 更好开，真的，我没有骗你。很多人讲我这个价钱我不如买 Golf R， Golf R 2.0 啊，然后有 DSG 什么，你去驾有 GR Corolla 你就会忘记掉 Golf R， 这个是认真的。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内容，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我们下次见，拜拜。